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挖宝趣安哥，好久没有跟各位分享霸王角蛙了 这次的霸王角蛙比较特别一点，我跟各位分享一下。现在各位这样子看哦，应该就有色差的问题了，有没有？OK，来各位看一下。杯子里面的那个是水胎哈，水胎在运送过程的时候，就是给蛙，尽量减少有碰撞受伤的疑虑。我这次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蝶纹哈，非常的好看。先把它剥开一点点给各位看一下，先切。水台，OK 哦，有看到哈、哦，蝶纹非常漂亮 这只大概我的大拇指，现在目测应该是3公分左右，这只3公分左右。霸王角啊，好，我们再介绍另外一只呢，这只是混霸，哇哇！哦，特别哦，有没有很特别？这个眼角，这个面纹，这个如果是热爱有那种面纹的那个蛙友哈，对这种蛙宝应该是，我真的会亮瞎了眼睛，而且它后面的蝶纹也很整齐哈。如果你看它身上有一些些那个水胎的部分哦，那个到时候碰一下水哦，那个就会掉下来了。我这只也很整齐。OK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哇！期待它这只长大之后也应该非常出色哈。这只跟我大拇指差不多，我们这样子看的话。大概是3公分了哈，跟到它的屁股这个3公分左右而已。OK，这只也很好看。再来，我们再来看后面这3只霸王。这只霸王角啊也好看。这只非常的匀称，蝴蝶的形状有没有？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再来看一下正面，哇，这只是绿霸，非常干净哦，脸部的部分非常干净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好可爱啊，萌萌的，这只明显就有比较小只一点哦，比我的大拇指，我看一下。比我大拇指还小，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大概在2.5公分左右，2.5公分哈，2.5公分左右，这只绿霸，很可爱哦，那蝶纹真的实在是无话可说。OK，我们再来看这一只霸王，Oh my God，每一只都有特色，你看，这一只的那个纹路，蝶纹匀称之外，而且整个那个野纹的部分带着它那个蝶纹下来，这只特别呢，这只真的特别，面纹，但是通常像还有这样子的，所以这只也大概2.5公分哈，我看我的手就知道了。有可能长大之后，我只能说有可能啊，它的面纹的部分有可能会退掉，如果面纹的部分，如果面纹的部分有退掉的话，它身上后面的那个连着蝶纹的部分也有可能跟着退，OK，这个我觉得不错耶，
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各位看一下 ，OK， 好，再来看这一只，这一只感觉起来它水分好像不太够哦，有点皱皱的，待会再帮它补一下。这一只我凭良心讲就没有那么好看了，凭良心说，这一只就。没有感觉到，就是那个眼缘啊，眼缘啊，各位懂我意思吗？眼缘呢、啊？我们看一下这个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这个就是梦想，很多蛙友梦想当中的那个蝶吻。然后它有排尿了，它有排尿了，各位它有排尿了，难怪哦，难怪哦，有没有看到它有排尿了？排尿了，肚子刚动一下，下面也湿湿的，有水了，待会帮它整理一下。我所说的这个蝶吻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它直接蝶吻从眼角的部分整齐划一下来到它的臀部，这也是经典啊，经典中的经典啊，好不好？侧面看是不会输啦，只是正面看起来，我不知道每个人看的感觉啦哈。我对我来讲是没有符合到我的眼缘。可能那两条的关系吧，但是这只的背吻的蝶吻，我就喜欢了，真的 OK。好，我们再来介绍最后一只哈，最后一只霸王。看到了哈，为什么特别把它遮起来？来，这各位自己看，噔，有没有看到芥末黄啊？哎呦喂啊！芥末黄的霸王角蛙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来，我把它开这只给各位看。芥末黄的霸王角蛙，我终于又收到了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先姑且它的长相怎么样了、啊？这没什么问题的啦 ，OK 啦。你光这个颜色，光这个颜色。后面的蝶纹也整齐，也整齐。你光这个颜色，来，我再给各位看一下。这应该不用开了吧？绿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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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光这一只。哎呦妈呀 ！OK， 好不好？我今天待会就上架。有喜欢的朋友哈，我上架完之后，价格就在上面。希望有喜欢的朋友就赶快去下单吧。OK， 拜拜。